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新历三月初七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初心。第一条消息，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高雄大邱院区在早暗发生爆炸意外，消防接到通知，随去救援，把火势拍花，救出四名伤者，把因送去病院，现场即时封锁。大邱院区的火工作业场在昨暗进行抢机油的火工作业，所熊熊爆炸引起火烧，致使四名技术人员受伤。中山科学研究院表示，会交院内的公安等等单位调查事故的原因。观众朋友，咱继续来关心武汉肺炎的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咱台湾阁增加一人得到武汉肺炎。这名患者甲第34个住同层楼无同房间，病院内稍微病例阁增加一层，计共八人。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阁增加一例，被确诊是第34个50多岁妇人，为着一名清洁工、三名护理人员陪病查某囝甲共病房无共病室，已经出院病人陪病家属以外，其他阁增加一例，伊是甲34案同一病房无共病室，已经出院个50多岁妇人又小可咳嗽，经过两摆采检才确诊，正做国内第45确诊个案，才好在院内感染人数增加到8人。按事实我也特别了解一下，好，他基本上他还是能够行动的，好，这些走来走去里面，在环境有那又没有基本的一个洗手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很容易就被在环境里面受到这污染。指挥中心表示，不治34个病室的病床、栏杆架、床柱啊，采检到因患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阳性，而且进前确诊的三名护理师加45例无照护接触史，所以推测第45例个案怀疑是环境中受到感染。另外，确诊的澳洲籍音乐家，经过调查发现，伊是2月23入境台湾，住伫饭店，24有接受电台专访，25到27伫国家音乐厅排练，期间捌接受媒体专访甲到诊所看医生。2月28甲3月7日公演了后，伫3月7日坐机离开台湾。目前指挥中心已经找到密切接触者有103人，要居家隔离14天。有到阵排练的乐团团员、采访记者、饭店人员、计程车司机、到阵去酒店饮酒的朋友、观众席甲飞行人员等，伫台湾期间无坐大众运输。根据他周围2公尺。的所有人哦，那框起来大概23人左右，这23人要做居家隔离啊。那其他的观众的部分，我们就会请他们做自主健康管理。另外，泉州公主号游轮19号登台湾的人，会伫初七透早返点，隔离检疫期满，经过第3次采检了后，全部是阴性，19人应回去做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澳洲一名音乐家来咱台湾的国家音乐厅表演，回国却确定得到武汉肺炎，两厅伊拍算甲3月初6至3月初8活动隆重取消，就是要斟酌消毒场所，另外予取消的节目，民众拢会使申请退票。消毒防疫人员伫舞台顶喷消毒水，国家音乐厅初六暂时关起来进行全面的消毒。因为之前接受国家交响乐团邀请来台湾演出，澳洲籍音乐家布莱德德温回国了后，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因为在台湾停留8天，相关该接触的人恐惊有何为着风险？没有旅游史，然后也没有发烧的关系，所以就入境。有咳嗽的症状，其实是有就医的。很抱歉，我们自己也不是医学的专业。澳洲音乐家2月28不敌国家音乐厅演出，当时大咖有800位观众入场。3月7日要演出一场，大约有100多人来欣赏。为着防堵疫情摊开，两厅院对3月7日起到3月7日关起消毒，直到正常营运。而无营运的期间，有3档节目延期，5档节目取消。而取消这节目，用个专业来退票。那疫情中心给我们的建议其实并没有完全是取消集会的表演活动，如果他们因着疫情而取消节目的话，那我们就会协助办理。李九音乐家在演出进行不举行记者会，当时密切接触的人除了记者以外，要国家交响乐团的团员，文化部也证实也不走入去观众这个所在。他入座观众席啊，周边的啊这个名单哈，那么也以及相关的录像提供啊指挥中心来加以研判。
本来在台湾所属经济公司讲，经过确诊了后，即阵在南澳洲首府阿德雷德一间病院接受治疗。不过，当地媒体早前在官方的推特发布一段伊本人在隔离病房家己翕的影片，强调家己精神真好。不过，对着无多参加演出，伊是感觉真遗憾。I'm in pretty good spirits. They're looking after me wonderfully. And in many ways, isolation is a habitat of choice for a composer anyway. But having said that, I am obviously very disappointed not to be with you. There's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people that he's been in contact with. N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orchestra. So there's no issue there. There are three people with whom he's had contact, and all of those people have gone into self-quarantine.你甲澳洲籍音乐家江班基的技术员已经甲初六透早返来国内。东英航空除了对拄坐飞机返来台湾的 BR315 机师、空服人员在家隔离14天以外，另外2月2日来台湾时捌坐过 BR68 班机所接触的8名空服人员也全部爱在家隔离14天。记者宋华报道。当咱台湾的表演馆防疫时间是五加待遇，唔那两天一叮当起来，维吾尔艺文中心的表演唔是取消，就是延期。另外，节目那是照常举办，去观赏的民众就专程挂嘴啊。工作人员要入去维吾尔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必须确认无发烧，手阁消毒过了，才会当入去。伫个国家音乐厅演出的澳洲音乐家去防确诊武汉肺炎，维吾尔因为安尼防疫部分阁加强，除了节目演出进程、中场甲结束了后加强做消毒，嘛要求观众入场专程挂嘴炎。如果有相关的旅游史、接触史或连续咳嗽的症状，请尽量在家自主管理，我们将会协助。退票的事宜。因应防疫，维吾尔都自月份到六月份已经有29栋外租场地，甲主办节目取消或者是延期。台中国家歌剧院目前也无改变节目，啊，毋过除了要求观众挂嘴啊，嘛按算甲微分开。因为我们排跟排啊，横排跟排之间，我们是距离有1公尺，所以算是安全。但是左右我们会尽可能依照我们目前的各场次的售票状况，安排大家尽量疏散的来做。介意艺文节目的民众，有人认为挂嘴炎来看会当，啊，不过某人认为讲，那是可以应该爱取消或者是延期。很喜爱的话哈，那个来表演的人，我们大概会戴口罩。戴口罩还是会来看，但是我们会尽量避免。还没有，就是说一定到，就是筹备到某种程度可以取消还是取消。啊，不过为着要让民众更加有信心入场馆，台中歌剧院宣布，有呼吸道症状的演出者会先互送去便宜体检，确认是阴性了后才会当出场。防疫的部分要尽量做到无任何空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麦。好像来看彭哥日报武汉肺炎在日本、韩国滚架，地主民众烧钱买嘴炎，咱台湾的防疫措施正做各国的模范，未少国家在咧实施嘴炎签名的制度，被骂限制嘴炎出口。连官员都呼吁民众，都甲咱台湾同款发起我 OK 你承认的运动。刷了是自由时报，中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表示。民众对着武汉肺炎会因为性别、地病特征会有差别，拍算是女性对抗病毒的免疫力比男性更加强，所以染病了后的症头会较轻，不过潜伏期嘛比男性更加长。上尾是联合报，澳洲一名音乐家来咱台湾办两场表演，回国了后刷卡登记着武汉肺炎。拥有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但是中指挥官表示，这是第二波的攻击。第一波的攻击是按中国来，咱台湾有输掉，不过这回病毒是按世界侵台湾，咱的防疫时间定着袂当放零。武汉肺炎在国际传烧，澳洲的意大利在昨宣布阁增加778人治病，49人因为病症来归往。咱在澳洲的友邦 Vatican 被头前诊断确定的病例。另外，日本宣布扩大对中国甲南韩游客入境限制，引发南韩的不满，决定3月初9开始暂停日本游客免签入境。우선오는3월9일영시를기해일본에대한사증면제조치와이미발급된사증의효력이정지됩니다针对日本初步宣布中国甲南韩入境的旅客实施强制隔离14天的措施，南韩除了对初六先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傅田浩司表达抗议，
需要再进行保护。为初九开始，暂停日本免签入境，搁将日本的旅游警示调关到二级。不过，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到初七透早六点，已经有6593例，其中超过70%患者拢是群组感染。另外，驻韩美军的确诊病例也增加到7例，新增加的患者是在军队工作的南韩籍女性。按照欧洲疫情同西区意大利，初六宣布搁增加778确诊，搁48人死亡，后总确诊人数来到4636人，搁19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孔蒂初五宣布讲无限期延后，减少国会议员席次修宪公投，嘛投入75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2500亿的纾困金，帮助企业甲家庭渡过难关。目标要让民众袂因为疫情就失去头路。L'importo di 7 miliardi e mezzo a sostegno delle famiglie e delle imprese. Anna di Italy, Sudo, Roma, Lite, Fatigan, Matanzo, Taujide, Buhan, Hi, Yamakachin, Fatigan, Jinso, Bunjin, Hopu, Igin, Jantin, Makashi, Jin, Shoto, Makin, Jong, Kachin, Shoshi, Tongdi, Italy, Washing, Tongkyo. Ding, I give Washing, Botong, Bogong, Dija, Nilo, Her, Yurun, Hoshing, Zadiran, Kachin, Buhan, Hi, Yam, Ugwago, Mute, Boto, Gamlan, Guan, Kanachi, Jide, Taiwan, UK, Jiu, Dongsin, Sena, Amji, Boto, Ubunte, Jetawan, Lucian, Shion, Gamlan, Mshi, Gamlan, Guan, Jiu, Guan, Tanji, Makong, Sai, We, Obi, Koga, Tonai, Deli, Po,疫情也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升腾全世界，中国工程运输张碧磊认为，疫情上较严重的武汉，伫3月底无定就未阁增加新的病例。中国卫生单位表示，武汉肺炎的疫苗伫4月会进入临床的试验阶段。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一直传，不过中国工程院士张碧磊却是预估，疫情上严重的湖北武汉月底有机会实现新增加零病例目标。四月底除了湖北以外地区，民众会恢复脉断肺炎的正常生活。中国学者乐观看待疫情，中国卫健委也指出，疫苗四月就可能会进入临床的阶段。有部分疫苗能够进入临床或者应急使用，那么同样疫苗的研发也一样。我们也要在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当中逐步的解决一些问题。中国一直放出疫情呈现缓和的状态，官方也讲疫情境外移入风险提悬。副总理孙春兰已经在湖北真济天，初五雄雄去拜访武汉社区，刷引来病患，也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会到武汉视察。在习近平下达复工指令了后，官方公告2月底为止，全国超过60%的物流企业复工，又尽快地复工率超过90%。特别是中低风险地区的物流企业呢，在做好人员健康防护的基础上，有序地复工复产。不过高复工率却是讲数理数据，工厂机器规工空转，企业开空调、电脑、提悬用电量，达到官方复工目标。出现复工无扩散的怪现象。而香港学者是估算，武汉肺炎死亡率是1.4%，70岁以上老人死亡率高出3倍。这个计算方法呢，唯一会是正确的时段呢，就是当整个疫情已经是过去。而泰国团出对中港澳发出禁令，旅客入境必须强制隔离14天。因为信息混乱，官方态度前后不同款，让真侪香港旅客到机场不知道要安怎。又唔知道咧，去到咧，喂！如果你神呢個咁嘅條例，我可唔可以即刻原機折返喎？香港六號是澄清，泰國未對國際旅客，包括香港旅客在內進行檢疫隔離，旅行社也必須注意相關疫情發展。記者宋夏報道。观众朋友，按算就公主号回来19名台湾旅客，第2月23日送去检疫所隔离14天，第3摆结果出来呀，全拢染无病毒。今仔日再度隔离这19名旅客，登出了后就爱自主健康管理。大家都很高兴，我想他们都已经在海上大概也有30天嘛，好，然后这边又关了14天，他们都很高兴，很高兴。我们刚刚又切了一个蛋糕。因为过两天我们一个成员过两天要生日，大家很高兴，我觉得照顾得很好。在这里面其实最辛苦的就是生活的照顾了，还有等待的一个担忧，那这样子身心都把它照顾好，我觉得也是功德一件。
陈市长特别感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甲保育总队这单位，甲需要隔离的民众照顾甲真好势。根据现场人员表示，透早计共十个人入回检疫所，今仔日顶波会有七个人坐游览车去指定的地点了后才解散，另外两个人交亲人接到转去。台北市政府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公众集会指引，公布活动办理的规范。室内活动若超过300人汇集，一定要经过观光团报告甲卫生局的审查。大提琴家马悠悠原本按算三月要伫台北小巨蛋演出，不过台北市府希望活动延后避开疫情。为了防止武汉肺炎，台北市府配合中央防疫指引，公布台北市的活动规划，由市府主办300人以上室内活动，原则上希望取消或者是延期。那一定爱办，爱经过观光局甲卫生局的审批通过。台北市府也希望补助或者是协办的民间活动，应比较办理。另外，户外活动希望取消人际群聚活动。重点还是回到审核那个拥挤程度跟人与人的距离能不能达到1公尺这样的条件，再决定说那个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只是300人我们要审查，我们要 check， 我们甚至要去看现场，不是针对多少人，而是针对那个密集的程度跟可能会影响的状况来做综合的判断。黄珊珊强调，审查规范是人甲人距离是毋是达到1公尺，而且爱做测。300人是台北市定出来，不过爱看活动地点甲客程度。为配合台北市会规范，台北市立交响乐团要因应措施，观众席为有隔开，卖票也控制在300张以内。从现在到6月份的一个演出，我们都已经把观众席的座位锁在300席以下。有部分是有外籍的音乐家没有办法做国际旅行的一个因素，我们就直接取消。台北市府的防疫会议，黄珊珊也转达市长郭文泰的指示。台北市府要开始试办居家办公，因为在公务未当停止的情形下，台北市所有机关应用网络作业。下礼拜一，人事处甲健康会会先试办。台北市144个机关已经找好地址办公室，正在准备两个体。另外，清明节特别计划，台北市府呼吁民众加利用电脑甲网络对事甲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抵挡武汉肺炎在咱台湾传开，内政部长徐国勇在昨日表示，要暂停全国性的酒精测验，煞引起讨论。行政院长苏贞昌表明，绝对袂吞忍食酒塞车。针对这件代志，徐国勇赞讲会配合苏贞昌的指示。遇到武汉肺炎疫情正是大欠人的时阵，为了避免警察防围剿，南靖部长徐国勇讲要暂时停止全国性的饮酒开车检测，引发争论。早起到立法院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对此强调，绝对无得用饮，饮酒开车希望卖来乱。酒驾零容忍，无论中央地方都不打折。我们虽然疫情紧急，我们还是一样对酒驾都会酒测，也希望不要来乱。那请问你要不要取消嘛？再说一次啊！我院长经常说的，你还要不要取消？我们会遵照院长指示。是不是要检测饮酒开车无强调，引起争议？徐国勇被询时强调，听从院长指示。而台中市长罗秀燕初六早起才强调，要更加严格处置。市警局下晡马上执行处置饮酒开车。你好，做个临检哦。特勤检测的警察拢有戴嘴安甲手套，2点钟内底虽然无查到饮酒开车，不过查到一个无照驾驶，依照规定办理，然后有驾驶人唔通违法。如果说我们把口罩戴起来的话，就影响到我们嗅觉，所以就只能靠我们的眼睛去做观察，去观察说当事人有没有酒浓的问题。我们不会因为防疫而这个不取缔酒驾，相反的，我们会更加的严格。而在武汉肺炎防疫期间，疫情指挥中心建议对着千人以上大型活动进行风险评估。传出有主办单位反映，唔知要哪遵守。苏贞昌强调，中央会定出相关的规范甲指引，再阁由地方主管机关判断裁量。若受疑问，中央也做出明确解释。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唔呐冲击你行业饭店业的经营嘛，哪来哪艰难？台中阿弟饭店表示，因为税金的大头本地就当。但佫受到疫病影响，人客订房间的比例剩30%，才决定按3月初九开始停止营运。啊，那下开200名员工集团会依法组建，嘛会协助因倒找头路。
彭俊贤的建筑物就伫咧台中市区的精华路段。台中阿迪饭店是台中市地标建筑物之一，开幕的时阵阁造成真侪话题。即马集团宣布正式停止营运。疫情影响仍持续延烧，雅致酒店管理阶层经审慎评估，为避免亏损持续扩大，决定自109年3月9日起停止营运。虽然员工正常上班，但看起来气氛真沉重。阿多丽迪饭店集团旗下直营的台中阿迪饭店，自2007年开幕到近13栋，但是因为长期营运不好，到去年第三季已经了3.5亿，即马宣布停业。员工甲已经发出去的餐馆是要安怎处理才好？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做决定，是因为我们还有能力去负起这个责任，照顾同仁。哦，依照法令我们该给的，还有消费者这边的话，他们所买的这些新房都是新投的，这政府都有规定。饭店表示，旗下200个员工会依法组建协作转职。啊，若是台北阿多丽迪，还佮其他加盟饭店，目前营运无受到影响，受到疫情的冲击，饭店的经营嘛拢真困难。台中市观光旅馆工会表示，用大台中来讲，大房率拉到20%，产品方面的损失佫较大。政府纾困政策方面的脚步，得爱赶较紧的。大产业局来看，我们应该去侦测说，其实是哪一些单位最需要帮忙？一些决定是需要加快速度了，因为毕竟有些中小型的真的可能没办法等了。廖国宏认为，讲虽然政府塞真侪项纾困方案，啊，不过应该加强反向整合甲速度。那么无法度即时抢救，目前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啊，若是业者嘛，应该家己重新思考，改变经营的方式，强化风险管理甲整合，才会当度过旅游业的寒冬。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湾一周刊接收大港公司的彭格日报，就在咧宣布要组建大约500员工。有员工表示，彭格日报无斟酌规划英文的定位，就甲网站改用会员的制度，民众得付费用才通看新闻，致使人客甲广告大大流失。了解的效果，高基层的员工负担因有影真不好。通过一部采访一部形象传出裁员的消息，报社气氛沉重。有员工透露，被组建的人包含业务、野因、编辑，到一日只算到采访，其他各去公司收寸的办公用品。有员工表示，少数记者也伫这部组建的名单当中。我昨天是先看到工会在脸书上 po 的讯息，我才先知道。那就我后来的侧面打听，大概每个中心都有1至3、4位左右的人被辞遣。三四时代报纸较无人看，报社拢咧用数位转型，通过一部旧年将网站 App 改用会员制，付钱才看到新闻。按个媒体改造，学者有新闻观察，通过一部转向会员制过程并无顺利，因为及时新闻伫其他媒体网站都会免费看，确实无较好的定位，大家未付钱去看。进入这个付费制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先就能够吸引观众目光的这个内容先去做建制，在维持你原来的新三社的角度，已经没有办法去吸收、去吸引读者来做订阅了。别及时协助翕影像新闻，报社记者一人做真侪代志，已经是纸本媒体常态。员工感慨，报社伫深度报道甲及时新闻之间，真歹做选择。点阅率甲广告流失效果，煞由基层员工承担。我觉得就是公司在转型的时候都没有想清楚执行的方式跟成效，这种工作量变得非常大，从早忙到晚，要维持要做影片，可是公司最后却把我们给裁员，我觉得是蛮不公平。根据了解，彭哥开出租金条件，除了会付法定5个工资，年终奖金也会按照比例发。假使对公司的租金条件无意见，会阁加付15天的工资。伊就看一月底才停刊，彭哥一步刷入去到裁员，和一团糜的经营出现危机。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是如何。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5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30度；南部这边上低17度，上高28度。
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高28度。咱来看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